上九龙坑军用路战云山金龙山入流水赏，东山下步道再入树斗水塘路，超越升空一小时凤马古道500米至山顶 W115入白燕岩，至今屏风山落凤坡 W116北向丹竹空径，转向至平顶猫，东入南涌交流进步道 W2506W2500 转陆景路，到达泊头下沙头路完结马拉松 18.5K 试探路程，历时净时间4.5小时，或地域净速度每小时平均4.1K 近4.6K。